但那脚还没有颠到底下。人家站起来，它自动会掉下去。哦哦哦，好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医生也要跟我们说要防止垂足。对对对，这个一方面可以帮他拉，帮他拉紧。嗯。对，他站起来自动。他那个脚还没有踩下去。对，他说已经，这个就是比较紧了嘛，那脚比较紧，所以就是让他站一下。其实这个脚他还没有踩下去。对，还没有，没关系。啊，这个的话。还要再上来一点吗？不用，就这样就好了啊，慢慢增加了。让他坐这边。他原来是站得很直的。他可以站得很直。哎，他可以站得很直，再上来一点。好，可以。看我。把头都往进。奇怪，脚还没有踩到地。他表示说他的肌肉比较紧的嘛。嗯。还有脚还比较紧。那可能是以前穿着鞋子，所以没有观察到，是不是？不过应该还可以再调整。两边都没有到。帮我把这条线啊，先拿起来，然后从这边，可能是以前穿着鞋子，所以没有观察到。如果他因为没有在走路，所以一定会这样。那条松紧点。这个把它放平，好吧？这样才不会压到膝盖。对对对。不过这个是很软的，没关系。这里面很软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把它裤子拉平。裤子拉平。这样。可以啊，可以。OK。好，这样可以。好，这样可以。是啊。这样就比较下去。妈妈看前面哦。好。抬起来，可以看我吗？很好，看我，看我，女儿在哪里啊？女儿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她要看这个镜头，看自己啊。我们平常都是看，好好看镜头。哦，头抬高一些哦。那个，我们有一点点喘，还好啦，不会头晕啦哦。他是高血压。对，其实他原来是没有，他应该说没有高血压，但是他因为很容易激动，所以他一激动，他血压就清高，但是他不那个的时候，他的血压是 OK 的，是 OK 的，所以他也不需要再吃药。现在好像没有再吃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，应该同一日了。我们现在开始算时间了，是准备算站多久？今天应该要，于老师大概让他站多久？要等一下。